原标题，这位开国少将是主席晚年最信任的人之一。建国后官至正国级，他出身于一个贫苦家庭，十几岁受革命影响参加了红军，军旅生涯十几年历经反围剿斗争、长征、抗日战争，后来被安排到主席身边担任警卫工作，并成为主席晚年最信任的人之一。他就是开国少将汪东兴。1916年，汪东兴出生于江西的益阳，家境贫寒的他同家乡的众多乡亲一样，一直寻求改变人生命运的道路。1927年，方志敏来到这里，领导当地的农民运动。第二年领导著名的义鹏暴动，并逐步建立农民武装力量红十军。汪东兴虽年龄幼小，但积极参加农民运动，成为家乡的儿童团长。16岁时参加红十军，成为光荣的红军战士。后来到中央苏区参加数次反围剿斗争，并升任连指导员。长征结束后，他已是红军野战医院的政委，负责红军在陕甘宁地区作战任务的医疗救护工作。抗战爆发后，他投身于抗日运动，因为出色的工作表现，1945年荣幸地当选为中共七大候补代表。1947年他调任中央，担任主席等重要领导人的警卫工作，数次完成党交给他的特殊任务。他卓越的工作能力受到主席的器重。建国后，他担任中央警卫处处长、军委警卫局局长，负责中央的警卫工作，并担任公安部副部长，协助罗瑞卿的工作，为新中国创建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做出巨大贡献。70年代，汪东兴当选为中央委员、中央警卫局局长，成为主席晚年最信任的人之一。1977年，汪东兴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副主席。1988年，开国少将汪东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勋章，令人敬佩。90年代，汪老虽然离开工作岗位，但一直关心祖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状况。2015年8月21日，汪老病逝于北京，享年100岁。汪老遗骨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，希望缅怀汪老的人们在清明时节祭拜这位革命先辈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